范冰冰的消失没能让崔永元安静下来，仍然在持续着每天爆料的态势，或许好戏还在后头。黄毅清最大的乐趣现在就是曝光崔永元的料，冯小刚也尽量不惹怒崔永元。北京时间9月11日，崔永元罕见发布通告，内容有三点，针对的是黄毅清、冯小刚和王中军、王中磊。第一点是针对黄毅清称自己遭崔永元下毒，崔永元回应称，黄毅清同志，听说你被下毒，身为店面，请告知在哪家医院哪间病房，我派人送去果篮和法院传票，令身体不好，就先别造谣了。来日方长，9月11日凌晨，黄毅清连续发微博称崔永元让人给其在饭里下了毒，刚从医院洗胃回来，并称这世界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崔永元。第二点是针对冯小刚微博回应纳税一事，崔永元表示，冯裤子，你应该继续牛逼哄哄，因为你没有文化底子，不知道什么叫道理。崔永元连续手撕冯小刚等并曝光演艺圈签阴阳合同的潜规则之后，事态发展日渐升级。6月初，这个国家税务总局介入，开始大规模调查影视从业人员阴阳合同涉税问题，冯小刚也被指牵扯其中。9月9日，冯小刚发博怒斥恶意造谣，正面回复，我没有所谓的阴阳合同，更没有偷逃税。王中军很少露面，但仍旧与崔永元脱不了干系。王中磊的黑料或许是最多的。第三点是针对华谊兄弟股票一事，崔永元称，俩兄弟，你们公司是怎么上市的？忘了，好好回忆一下，别牵扯太多人。不屑。9月10日，中国影视公司华谊兄弟通过深交所发布澄清公告称，王中中军、王中中磊在公司正常履职，已被通缉，以刑事犯罪被通缉等内容纯属不实信息。看来范冰冰消失后，崔永元将通缉这四个人。